孙凌威是你亲手毒死的。你胡说什么？最后接触的酸枣糕的，不是别人，而是你。太子妃，韩王府送来了酸枣糕，扔了。 韩王府送的东西，通通扔掉。是。给我吧。太子妃，何必拿东西泄愤？ 难道是你？只有你我在场。 嫁祸给你，你也无法说清楚吧？你这个畜生！事已至此，太子妃，你就认命吧。你住口！我说太子妃，你要识时务。我有我不想说的隐私，你也有辨不清的事情。大家都把嘴巴闭紧，对我们谁都好。 双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双喜，你可是亲耳听到我是怎么被欺负、被嫁祸、被逼迫的。双喜，你知道我有我的难处，你听到覆水不会放过我的，你明白了吗？ 双喜，你知道我最疼凌薇了。太子妃，你的手好冰啊，我去给你倒杯热茶吧。 是傅水做的，把他瞒嘴谎话的贱骨拖下去！没有说谎，没有说谎，是傅水做的，不是韩王妃下的，韩王妃是冤枉的。他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没想到是这样的狼心狗肺。盛楚君，你不会相信他的鬼话吧？嗯，我盛楚君浪荡花心许多年，最后只爱孙凌薇一个人。我为了他浪子回头，我想和他白头到老。我知道。
要是我装糊涂，也许还有机会。可我不想装，我不愿装，我不在乎能不能活着走出东宫。因为我现在终于知道凶手和真相了。要我装装样子转头离开，我做不到。覆水出来！圣楚郡行刺太子妃，杀无赦。杀！我家那边问题解决了，我娘答应让我娶你。我姐姐答应帮我的忙。爱和恨一旦过了头，就会让人变成不计一切后果的疯子。太子妃，安娘，你看到了吗？不是儿臣不顾兄弟之情，是他，他要对儿步步紧逼。姐夫放心，楚君已经打探得很清楚了，我会布置。楚君，记得以前楚君只会喝酒闹事，没想到他现在都能干这么大的事儿了。楚墨，你先去忙吧，让你姐夫一个人想会儿阿娘。